要去阿里山。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甜甜圈，粉鸡便当。你想应该要吧？根本就没有，没有到这样啦。好了，不错了，吃的不错。凉都不会点。阿里山飞行，我们现在来买我们明天要去看日出的四点多的车票。4:20出。谢谢。他都是收东西的音，云飘来。这个关键，猫猫。因为山上水膨胀快爆炸的。吃晚餐，炒山猪肉，鱼头火锅，炒山猪肉。阿里山邮局，真可爱。因为明天要去看日出，所以要3:30起床，现在才9:30就要去睡觉了。晚安。The next day， 现在时间3:45，要出发去看日出了。超多人的啦，这样不是4:00而已吗？谢谢。
走明灯这边。我要介绍的地方刚好是在弯道，所以下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车厢跟月台的缝隙。第一个出来，跑。看日出要配综合鱼丸汤，什么意思？哇，这树超大的。夕阳是吧？都无敌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满血复活。蔡廷云梯。要上高速公路喽！我真的是比较担心，就是没有保险这件事。没有保险。